科纳精神之桥进了二档库了。今天是2023年4月18号，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下载了。这个视频我们看一下新入库的游戏。看游戏啊，先进入会员界面，然后摁 R1 键切换到游戏，这个界面是最全最新的。第一个麻布歹蛋冒险，这个月已经进了一档库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进二档库。最后一个就是科纳精神之桥，2021年9月21号发布，容量不到30个 G， 有 PS4 版也有 PS5 版。以前一直想买这款游戏，还好忍住了，据说挺难的，回头试试。索尼二档库的游戏只要在库里都可以玩，出库就不能玩了。这是极限国度，是育碧的游戏，有 PS4 版也有 PS5 版。还有几个 Doom， 这是 Doom64， 这款 Doom 是非常老的游戏了，只有英文版，不过这种游戏也不在乎语言。这个是 Doom3， 这是 Doom1993， 只有324兆，这个和我之前玩的感觉差不多。当时我是在 DOS 系统玩的，还用的是那种14英寸的大屁股显示器，怀怀旧还是挺好的。像这几款游戏很早就进入微软的 XGP 了。这是德军总部英文版，这是冤罪杀机也是英文版。这几个游戏都是贝塞斯达的啊，也包括那几个杜姆都是贝塞斯达的游戏。这是钓鱼的，有中文，喜欢钓鱼的同学可以感受一下。这也是德军总部，还有一个三上真司的就不说了，有中文版。这个月的二档会员游戏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欢迎写到评论区。